你出门节记这么久，有什么毛病？今天晚上就只好了，就是 for fun， 行吗？这件事我帮你看过，你昨天晚上的事情行吧？说行就行，把他当神看，他只把你当成他的儿子，儿子听懂吗？你再怎么喜欢他，他永远看都不会是你。你有种说一次啊，亲妈。本来生日同一天，但那又不是我们真正的生日。我就约好，如果我们每年到这时候在我请我们在一起过生日，但是我已经被绑了三次。不能帮你们，我们要再来见面，省麻烦。你为什么那么喜欢陈毅？我知道啊，只是让我觉得我可以替他去死。我是要混在父母吗？我最近转角越看我父母是怎么样？我错了。随便你说，崇拜跟爱是不一样，你就要讲清楚。但是，我知道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我从小一起长大，也有过很多事，但是，似乎不太好玩。姑娘，你怎么面对这群老大？陈毅，不够认真，至少，你怎么说的？你哭这件事情，你疯了？我只想帮我爱迪，我说真的。我那早就知道个屁，大晚上见我慌放了，是不是心里很骄傲啊？太那个什么了？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想得很笨蛋，是我从小看到大。你想要杀我？是我害的。你跟我到死都欠着，我对你非常失望。不要对我失望，你一直算这有没有在干啊？你是帮我扛，我已经不是帮你的人了。你没答应，老大四年前就已经答应了。我是见着你，我是见着你。我的心知道你可以放手，人生那么简单，你逮张腾啊。